班武里府又称巴蜀府，位于泰国版图的西南部，西面与缅甸接壤，东临泰国湾，是泰国最狭长的一个府，也享用着此地最绵长的海岸线。这里隐藏着泰国最古老的泰王古迹，也是泰国旅游业发展的摇篮。这一片雪白细腻的沙滩，在热闹与宁静中折射着不一样的泰式风情。东盟发现邀您一起从班武里出发，发现泰国。绵长的海岸和热情的沙滩是班武里府的其中一个诱人之处，而此地隐藏着的众多泰王踪迹也使它蒙上了一块神秘的面纱。本期东盟发现将带大家攀越山岭，潜入岩洞，寻找班武里远古的帝王踪迹。我们都知道古时候的皇帝呢非常喜欢隐居在深山当中，在那里赋诗弹琴，过着非常悠闲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座高山上面的一个非常神秘的山洞。这个山洞到底隐居着一些帝王什么样的踪迹呢？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就走这条长长的楼梯。今天继续带大家来到的是班武里府中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泰亚纳空山洞。泰亚纳空山洞位于三百峰国家森林公园内，临近邦布村。要走进这个山洞，需要翻过一座小山峰。哇，为什么每一个帝王、每一个公主，他们那些隐居的地方都那么难走啊？看来我还是没有当公主的命啊！我们上来这边看一下。哇哇，这里好漂亮，可以看到上面一个非常大的沙滩，那边应该是一个小村庄，然后那边就是有一些山的海岛一样的东西。我们摇个镜头看一下。喂，加油，继续上山。三百峰国家森林公园是泰国第一个海岸自然公园，这里有无数高峻的石灰岩山峰，到处是神秘的石窟洞穴，很适合喜爱丛林践行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是看一下身后这个海，有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有没有像我们中国的五彩池？你看一下那海水深浅的颜色啊，非常的漂亮。因为在日光的照射之下，这个海的颜色特别特别的蓝，怪不得那个帝王拉玛五世要在这山上修建他的一个洞穴，就是他的一个房子。他们在里面到底修建一个怎么样的房子呢？我非常期待，会不会是那种非常雍容华贵的一个屋子呢？我们去看一下。好，继续走啊，还有一段路，我们才走到了一半，加油。脚踏在这陡峭的石梯上，右手摸着天然的山石，左手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海水湛蓝，与蓝天白云互相辉映着。顺着石梯，主持人旭旭来到了另一片平地。经过了大概15到20分钟的这个攀爬呢，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算是平坦的地方，我们跨过了这座山呢。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帝王的那个四角宫殿啊，我们再要看一下这里。哇，那边有很美的沙滩，我好想去玩呢。我已经不想找什么帝王的宫殿了。我看有很多老外往那边走，不知道是不是那边呢？我们去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指示牌，这里像一个窟窿，就是像那种迷宫一样的东西，它写着是 cave。 难道这个 cave 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山洞吗？我们沿着这个指示牌去看一下。
那从山上走下来呢，就可以来到这个非常私人的海滩了。海滩边呢，就有一大片的森林呢，我们可以在里面露营 camping 的。哇，自从走完了那个山路之后，我们走到了这里是一片非常广阔的森林，完全看不到什么山洞。到底这个山洞藏在哪里呀？哎，那边有一个人，我去问一下他。Hello， 萨瓦迪卡，你知道那个帕纳亚空山洞在哪吗？ครับ ผมเป็นเจ้าหน้าที่เดี๋ยวผมจะพาไปท่านอยู่ด้านนี้ครับ哦，他好像说知道，我要跟着下去。好 ，Go Go Go， Let's Go。ระยะทางจากตรงนี้ก็อีกประมาณ20เมตรก็จะเป็นทางขึ้นเขาแล้วระยะทาง430เมตรเราจะเดินขึ้นเขาประมาณ300เมตรแล้วก็เดินลงเข้าไปในถ้ำอีก130เมตรข้างในก็จะมีเป็นพระที่นั่งของรัชกาลที่5ครับครับ他说还要走很远的路啊，还要走几百米，然后再要上山啊。这个帝王住的地方果然是这非常的隐秘，不是一般我们去到的，要非常有强壮的身体和非常多的体力。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继续再登山。帕亚纳空山洞藏匿在深山当中，需要攀上这陡峭的石梯，翻越到山的另一边，才能一看究竟。山路崎岖险峻，支撑着游人一直往上走的是他们心中最敬爱的国王。幸好早上吃了饭，要不然今天就爬不上来了。拾级而上，眼前的景色也在渐渐地变换着。从下面我们看到了山，看到了海，然后看到了岩石的一些山的结构，然后再走到这里是树林。哇，一路上这种感觉就像从一个城市里面现实的地方慢慢走到桃花林一样。这个皇帝真的会选位置啊。桃花源就是一处隐秘的与世隔绝的美景，而帕亚纳空山洞就是古代泰王的桃花源，独居一方，远离凡嚣。ตอนนี้เราจะลงถ้ำพญานครนะฮะข้างในก็จะมีจุดเด่นคือพระที่นั่งคูหาคฤหาสน์ของสมัยรัชกาลที่ห้านะครับครับนายก็มีจะมีเป็นถ้ำโล่งกว้างที่เที่ยวหลายจุดครับ我们等一下呢就要走到里面去看那个拉玛五世修建的那个宫殿了。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宫殿的入口了，非常的华丽。我们转过来看一下这边，你看到有一个像瀑布形状的石头，它其实现在是石头，但是以前真的是瀑布哦，不过是现在已经成了化石。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里是非常的华丽。还有呢，顶上这个采光的小窟窿，这个是自然采光点的，他们以前非常善于运用自然，然后把这个宫殿呢都装饰的在这个岩洞里面雕琢的非常非常的精致啊。我们一起那从这个宫殿的大门走进来呢，有一个非常黑黑的山洞，这个山洞里面啊布满这些像钟乳石一样的东西，我看有一些还在滴着水啊。这里是非常的人杰地灵，还保持着那种湿润的那种自然的气候。我相信呢这条道路是以前守卫应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这里没有灯，非常的黑，然后呢要通过这条黑黑的走廊才能走到我们想要找的地方。你看一下，真的很美很美。你看下面，哇，
穿过黑乎乎的钟乳石山洞，眼前突然就出现了这豁然开朗的神奇景观。哇，你看身后这么开阔的一个洞穴，在山下根本就想象不到啊，这里真的是世外桃源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的啤酒哥来介绍一下在洞穴里面的这个塔到底有什么历史。啤酒哥，เดี๋ยวเราจะลงไปตรงนี้ก็เป็นพระที่นั่งของรัชกาลที่5นะท่านมาสร้างไว้เมื่อพ.ศ.2433แล้วก็รัชกาลที่7ที่9ได้เสด็จมาถึง2พระองค์รัชกาลที่9เสด็จมา2ครั้งนะครั้งสุดท้ายเมื่อพ.ศ.2523มากับ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ราชินีด้วยครับจะได้ลงไปด้านล่างเลยครับเจ้าตัว深藏在山洞里的四角宫殿建于泰王拉玛五世时期，约公元1890年。当年拉玛五世王因为看中了这座山洞里清幽的环境，因此决定了在此修建宫殿，并常来避世。宫殿占地约20平方米，没有过于华丽的装潢，浅蓝色的屋顶以16根柱子做支撑，简单而不失精致。如今殿里供奉着拉玛五世王的人像雕塑，即使他已长眠于大地之下，却依然受着泰国民众的爱戴。那明星的签名呢，我们就看得多了，但是呢，这位啤酒哥就要带我们去看泰国皇帝的签名，到底有什么那么厉害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身后这一个，噔噔噔，听说呢，这一个就是七世王，拉玛七世王的一个签名。哇，这看起来像一个掌印，但好像又是一个泰国的一个字母，这个我倒看不懂。然后呢，这一个就是拉玛五世王的签名，哎，看起来跟七世王的非常的不同啊，就像一个仙人掌一样，看来他们的那个审美观是不一样的，不同年代、不同朝代的那个审美观也不一样。看来呢，泰国的民众呢，对他们的皇帝真的非常非常的崇敬，因为呢，他们的签名都会被围起来，好，围起来像文物一样保护着。这里气候清凉湿润，环境清幽，即使要翻山越岭也不枉此行啊，难怪连泰王都喜欢到此避暑静修。那我们在这个山洞的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呢，又看到了一座神台，这个呢上面供奉着好像是一个和尚，上面还有一个和尚的雕塑。我猜呢，这个和尚应该可能是拉玛五世的一个御用的住持，不知道是不是呢？我要问一下啤酒哥，啤酒哥，这个和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ตรงนี้ก็เป็นอัฐิหลวงพ่อเงินนะสมัยนั้นท่านมาทุดงที่นี่ประจำฮะท่านเลยสั่งลูกศิษย์ท่านมาว่าถ้าท่านเสียแล้วให้เอากระดูกท่านมาไว้ด้านในนะที่มีทองปิดผนึกอยู่ท่านจะยืนอยู่ตั้งแต่สมัยสร้างพระที่นั่งสมัยรัชกาลที่5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จะมีรูปท่านยืนอยู่หน้าพระที่นั่งนะท่านก็จะมาทุดงจะมานั่งสมาธิแถวๆนี้ประมาณ2-3 วันครับ阳光从顶端的天然石孔照进洞里，刚好洒落在了四角殿上，在反射之下，宫殿显得更加的华丽神圣。山洞的常年气温约在25摄氏度左右，适合各种植物的生长。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棵树，正确来说呢，它们是两棵，你看这边有一个根，那边又有一个根，但是呢，本来它们呢是靠这一根树枝连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连理枝。传说中呢，如果情侣或者是单身的人呢，从这个窟窿里面钻过去呢，就可以得到真爱，而且永不分开。但是现在呢，由于可能是大自然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有些人不爱护这个自然的关系呢，现在这个枝是有点断了。所以呢，要守护我们的爱，必须先守护我们的自然呢。不说那么多，我先钻过去祈个福，希望来年我可以结束单身喽。
爱算是你一半的爱，我遇见你。帕亚纳空山洞深藏着的不仅仅是一座帝王的宫殿，它更是一处现实世界中的桃花源，远离城市的繁嚣，只听见鸟语，闻到花香，是人们心目中的宁静之地。下一期《动萌发现》，旭旭将带您继续游班武里，为您发掘泰国更多的神奇之地。